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玉壶姑姑，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不忠，老幼妇孺移住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。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进中，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哎呀，走走走。哎，相见相见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我们很想你啊。公主，我太想你了。公主，见到你了。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得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是啊，皇上对我们很好。是啊，是啊，公主，是啊，公主。皇上对所有的子民都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故意做作？皇上怎穿的韩部的服饰？皇上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朕在这儿呢。朕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皇上看中韩部，都换上了韩部的衣裳啊！是啊，我们韩氏衣裳。是啊，小姐，给皇上请安。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小姐，接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韩部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，那朕就为你变成韩部男儿。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皇上万岁万岁，荣贵人大喜大喜啊。朕叫你们来
是要告诉你们，在宫中所有人都要容得下荣贵人，与他和睦相处，别再闹出什么和宫求见之事了。臣妾知道，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荣贵人，愿荣贵人与皇上两心相许，珍重到老。皇上，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，不如让他们回去吧。也好，金钟啊，好好的奖赏韩部族人，好生送他们出去。这相见公主，如今看到大清皇上这样待您好，待咱们韩部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哎呀，放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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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太好了。好，好，小姐，你看，朕接来的这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壮丁，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该留在韩部振兴家园，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陲风烟，需要好生照顾。朕会把他们全部接来京城，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，可也在要挟我。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，至死也不能，对不对？皇上，这宝月楼的风光，臣妾等已经鉴赏过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那臣妾等也就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臣妾伺候您更衣吧。李煜。奴才在，也好。相见啊，你也累了，你先下楼等着朕，好好歇一歇啊。相见好好活了下来，也终于肯留下了。如意啊，朕要谢你啊。皇上得偿所愿，臣妾恭喜皇上。嗯，还请皇上更衣吧。朕并不觉得穿着韩部袍服有何不妥啊，朕是天下人的天子吧，着自己子民的衣服，不论哪个部族都很妥当。下去吧。这，皇后坐吧。皇上，满蒙联姻多年，关系最为密切，也不见哪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。皇上这么做，臣妾担心会让蒙古各部寒心。皇后啊，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，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。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，本该一喜俱喜，一悲俱悲，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答应皇上所托，是因为皇后的身份。作为妻子，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。臣妾不知道如何替您高兴。皇后，臣妾心疼荣贵人。哼，心疼荣贵人？朕已经给了荣贵人正式的名分了，朕会好好疼她，也会善待她的族人。皇后你，只要做好六宫的表率，善待她。这日久天长的，朕相信荣贵人有一天会知晓朕的心意。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希望皇上有一天能明白荣贵人的心情。如意，你说的朕何尝不懂呢？朕原本想让相见入宫，接受韩部的示好，也让边地各部落和睦，想着他入宫之后冷着他就是了。可是朕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喜欢他。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
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懿，你能明白这吗？啊？皇上的一厢情愿，如同曹植吃对洛神。皇上，您只是给自己画了一幅洛神图。就算你换上了曹植的衣裳，洛神也不会对他倾心的。你讽刺朕呢？如懿，朕以为同你说这些，你会明白的。皇上，臣妾陪伴您多年，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，可自从相见入宫，皇上赐己封魔之赐，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。皇上，您就当臣妾不懂您，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。臣妾告退。如懿，如懿，娘娘慢点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了吧。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命臣来此为皇上和润贵人腾入花香。啊。林大人，去送一送皇后娘娘。